Hey, 大哥，大哥好！而家咧就系洛杉矶咧，系晚上时间嘅10:45。咁大陆咧，嗰边嘅时间咧，应该系接近3点钟噶啦吓。就话我哋呢度咧就系8月5号，大陆嗰边咧就8月6号。就我哋呢个时间咧就系迟一日嘅。咁所以咧，咁。大陸嘅親朋好友咧，就係下晝好啦。咁我哋呢度咧就係已經係晚上噶啦，好夜噶啦。咁我翻嚟咧都有半個鐘頭到啦。咁我翻嚟咧就沖個涼，沖完涼啊，洗個頭啊，咁樣換衫啦。咁呢幾日着出去嘅衫咧，咁一般咧我就唔帶入屋企嘅，放喺出邊，聽日去洗，即係咁樣。啊，咁好舒服啦！咁而家咧就食宵夜，幫大家嘢彈琴啊，吹下水。咁我出去有5日啦，咁上個禮拜六到而家就有5日時間。咁其中一日咧就係喺嗰邊咧提貨嘅時候咧，就因為預約時間嘅問題咧，就通常咧會即係。有一晚時間咧，喺部車度瞓覺，即係停低部車，咁啊老細咧就會即係補貼翻俾我哋咯，50蚊，咁都幾好啊，咁樣啊，所以其實每一次咁樣，瞓一晚覺，咁有50蚊啊，都幾好嘅啊，所以就係咁樣。咁而家我翻到嚟啦嚇，咁啊有蝦啦，啊，即係啲蝦啊，呢啲嗰啲蝦。我好中意食蝦蟹啊，啲蝦不埋蟹我都好中意食噶，特別啲蝦。咁仲有咧就係花旗參、燉雞啦，咁樣主要係清熱解毒嘅啫。咁我又中意食花旗參之類啲嘢嘅。咁啲蝦，咁然後咧就整翻3瓶呢啲咁嘅啤酒。呢啲系百威啤酒嚟嘅吓，咁啊祝大家咧就系身体健康嘅咁样。虽然话即系今年啊，即系我唔讲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样即系，所以希望咧就系、身体健康嘅系好紧要噶。所以身体健康啦，咁最重要嘅就系呢样嘢。咁我哋出去咧都戴口罩嘅，都。保護自己啦，咁樣，所以有時我係早幾日咧，我喺出邊咧咁樣，對住攞住個手機啊咁樣，噏啊，我都會戴口罩噶，啊，咁盡量啦，咁即係安全係第一噶嘛，平平安安翻屋企，高高興興出門去，咁今次。出咗去有5日時間啦，又平平安安翻屋企啦，咁樣喺呢度咧就係、報個平安啦。咁雖然話隔住個太平洋啊，太平洋啊，遠隔萬里，咁但係通過呢個咁嘅頻道嚟講咧，咁樣可以知道我喺洛杉磯嘅生活啊，點點滴滴啊。咁我其實咧就好願意分享我喺洛杉磯啊工作啊生活啊。多方面我都喜欢分享，咁样即系对我喺呢边嘅生活，即系有所了解啊，咁系嘛？其实我都好中意用呢种方式啊。之所以一段时间我点解会冇拍视频，其实我唔系冇拍视频，我一直都拍视频，只不过咧就系、是。由於上一段時間咧，我上傳就比較慢，即係個 Youku 啦嚇，而家就快啦咁啊，我就將佢上傳到 Youku 呢個網站，咁樣咁可以大家可以睇到嘛。咁之前咧，我係喺美國嘅網站嘅，咁大陸睇唔到噶嘛啊。所以我覺得好方便啦。咁呢幾日咧，我出去咧，咁我都係。即系揸车啊，我都会拍下嗰啲咁嘅，即系我嘅，即系工作情况，
不埋我喺路途上所睇嘅嘢，雖然咧路途上睇嘅嘢咧都係啊千篇一律嘅，亦冇咩好睇，係嘛？有好多嘢又唔係高速公路啊，就係嗰啲咁嘅小路段，所以咧嗰啲嘢咧嚇，其實咧就都即係唔係話好十分即係精彩咯，嗬？咁但係咧呢啲咧就係、亦係屬於一種真實嘅嘢啊，都知道啊比較真實啲，嗯。咁我亦願意咧就係、是、啊分享我揸車即係個走嘅路咯，嚇。咁其實可能或者現場我睇嘅嘢，不過唔係我拍個錄像嘅嘢有所區別嚇。咁、啊、即係因為視野方面啊嘛，即係我可以東張西望啊睇，有時我覺得好好睇啊咁樣，但係拍落嗰啲咁嘅公路上嗰啲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即係你只係用手機嚟拍嘅，係一個畫面嚟嘅啊！但無論點樣啊，呢個都係屬於係一個美國嘅公路上嘅情況。咁喺美國嚟講咧，就咩城市咧，我發覺都係千篇一律嘅。點解係以千篇一律咧？因為佢哋全部都好似係即係連鎖店一樣啦嚇，咁樣你比如話麥當勞啊咁樣，仲有沃爾瑪啦，肯德基啊，即係各種各樣嘅都係連鎖店咁上下嘅啫。啊，咁沃爾瑪咧大陸都有啦，啊，好似麥當勞咁啊，喺國內嘅各個城市都有嘅。咁即係喺美國又係一樣嘅，咁所以你去到一個地方咧，好似都差唔多七七八八，加上啲電線杆嘅，即係其實我哋大陸已經係冇電線杆嘅啦，冇木頭嗰啲杆嘅，全部將啲電線咧藏喺嗰個地下度嘅，即係好靚啦嚇，市容好靚啊，仲有裝飾得非常之好睇。咁喺美國嚟講咧，佢都仲係好原始，當然佢人冇咩人喺美國嚟講冇咩人嘅，得四億人啫嘛。咁佢大陸有十四億人啊嘛。咁所以你睇上去好多電線杆，個個城市都一樣嘅啫。咁包括紐約都一樣嘅啫。紐約都算係一個大城市啦嚇，咁樣相對於係上海嘅咁嘅城市。咁嗰度又熱鬧啲。咁其他地方咧，即係人口比較少。咁我去嗰個底特律呢個地方咧，即係個點對點啊！咁我而家走條線咧，其實就係呢條線嘅啦，固定咗嘅。咁啊，底特律咧，其實咧就係一個福特汽車城嚟嘅。咁嗰度咧就福特汽車，大家知道嘅，就係個總部就喺嗰度。咁嗰度嘢係好多華人嘅。咁佢有航班機嘅喎。咁可以飛去上海嘅。咁即係如果有飛機通往大陸嗰邊嘅，通常呢啲就肯定嗰度華人多。另外好多咧就係、是、加拿大嗰邊多倫多啊，好近多倫多噶嘛。咁嗰邊啲華人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嚟底特律嗰邊坐飛機翻大陸噶嘛。好近就係、是、一條橋。咁好多其實有時你揸車好容易走錯路噶嚇。咁如果你走錯路嘅，真係你如果知咩事啊，你一時疏忽，你又會去咗加拿大嗰邊啊，嚇，即係咁樣。咁佢其實喺美加邊境嚟講咧，佢哋啲咁嘅居民啊，即係可以互，即係相當於我哋深圳，即係我哋大陸人去香港咁方便。即係出出入入啊，就係攞個證咁就 OK 噶啦。咁樣，所以佢哋啲車又可以嚟美國，美國啲汽車又可以去加拿大。咁佢哋啲邊界嘢係得一條橋啊。咁我亦拍錄像，但係咧就嗰條橋就即係可能大家睇唔出嗰條橋係點噶。
咁其實即係好普通，好普通一條橋咁咯，嚇俾特能。咁有一日咧，咁我自己卸貨嘅原因啊，咁樣咁我又有啲時間，我就出去行一行，咁都係大同小異，啲街道差唔多，差唔多冇咩好睇，冇咩睇嘅。咁去第一笪律咧，嗰邊咯，就係相隔三個鐘頭時差。如果去紐約咧，就係四個鐘頭。咁其實我哋冇去紐約。咁喺第一笪律去紐約咧，大概如果再揸車，可能要四個鐘頭。四個鐘頭，咁啊四個小時時差，就喺嗰邊啦。我哋兩個司機，嗰部車係唔停嘅，所以立不停蹄嚇，兩隻嚟瞓。咁好在我又瞓得覺，我又好瞓得嘅，咁。基本上我揸完車之後咧，一般我就一上喺個車度瞓覺，基本上我就翻著，而且可以24小時瞓覺，所以係我個對班啊，廣州市嘅嗰個，佢話：真係，瞓得。真係好啊！咁樣啊，瞓得就係好啊，能夠瞓得到嘅就係好好啦。咁樣啊，咁佢即係我對班廣州市噶嘛。咁佢喺國內嘢揸過車，喺香港又揸過呢啲咁嘅大卡車。但係佢話喺國內從來都冇喺部車度瞓嘅，通常咧都係住住酒店噶嘛，喺住招待所噶嘛。啊，就好似喺部車度瞓，所以而家蹬下蹬下蹬下，就有啲唔好習慣，即係容易醒啊，容易醒啊。但係我對班好精神，啊，佢又總體嚟講咧，又係一種習慣咯。現在就是舒服，因為剛剛沖了涼，在這裡車天車地，在家裡的環境是靜一點的，不同在外面，現在呢，都有我先來講過，拍的視頻來講呢，都是第一時間分享嘅，好快，好快。即係我中意咧，就係，一拍完之後馬上分享。咁我又唔編輯，即係我唔想話琴日拍嘅嘢今日先分享，或者而家拍嘅嘢聽日先分享。編輯編輯得好好，一個好嘅視頻。咁我其實我就唔咩。好唔好都好啦，咁樣反正都係真實嚇。咁我又喜歡咁樣啊分享，亦係亦之後亦講到咧，就係我喺洛杉磯嘅生活嘅點點滴滴啊，方方面面啊，都願意啊分享嘅啊，工作啊、生活啊呢方面啊，就係咁。咁到時即係，只要我係開大卡車啊，喺咩工作，咁我覺得都係會繼續咁分享啦。無論係我開大卡車又好，或者做其他職業又好啊，我都喜歡即係談下自己
嗰種真實嘅嘢啊，真實嘅體會啊，啲嘢就係咁樣啦。畢竟係